那我去把这个拿出去。要得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柯妈儿。这几天特殊情况原因，我们已经在老家待了差不多十天左右了。屋头的菜呀、肉啊，还有鸭子这些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因为我们人又比较多，所以说我现在就准备走村里面看一下那些叔叔、娘娘、婆婆爷他们摘的菜呀，就是看买不买到点菜、鸡鸭呀那些。我现在就到处去看一下。胖胖，我们去看一下，我带你去放风了。那里头有鸡娃子，我们看先看一下。对，叔叔，有没有母鸡和公母鸡啊？公鸡？没得母鸡的啊。啊，就逮两个叫去嘛，嘎。嘿。豆豆，你不要切哈。那我来逮一个看，我看逮到。你也不逮，我都逮不到，你逮到。走，我们走两边来堵，堵到起。哎呦，好了！有一只出去了。哎呀！这个好重哦。我都有点怕，我觉得刚才那只鸡好饿。那个嘴巴是歪的，歪嘴。走。走，你看看。走走。不要去抓着它了。十三斤吧呀。十三斤。嗯。十三斤吧，四斤算。十三斤好多钱呢？十三斤250，三七十。325。哎呀，豆豆。你们喂那么多，还是可以拉到，可以上街的时候可以拉到去卖。就在屋里都不够卖呀。不卖呀。不卖呀。哎，这东西要让要都要了十多个了。来，说我稍微一些。来。那套要给你。不管谁，来嘛，我来到。你捏得哈。我捏得哈。奶奶，我们的菜。哎。都要。都要的。哎，豆豆。不签，豆豆。要不要？菜菜都要的嘛，那个莲花白还有。莲花白要的。啊，都要的。走嘛，走嘛。那就这边菜菜来吧。要得。哎呦，那冲得多高？来，哥们儿，送你一束花来。油菜花。油菜花都没开起，油菜太太。菜太太。来哇，你抱到哇，我下边免得找不到几个。来嘛，我抱到。好。够了，吃了又来。抱到我的钱，我去砍莲花呗啊。啊。那高头砍莲花嘛啊。或者是先放到背头头吧。先放到背头头嘛，我放到背头头看。啊。对。来，我帮你剥呢。把它弄出来嘛，抱过来一起弄。抱住。来，要的。要几个？要四个。要的。那完了，砍齐了噻。五个啊，要五个。那个水果菜我砍几个就行。啊。水果菜炒起好吃。那我去把这个拿出去。要的啊。太滑了。落下去感觉地都在抖，地震了。慢点。哎去。摔到没呢？没有，没摔到，就是抽。没摔下去，还是太滑了。太滑了，回去洗吧。这个还要弄一下，那边没那个。这都不关系。耶，菜都整起备都了，马上。好，你们要取啥子菜？还有啥子啊？还有啥子吧？哎，豌豆尖，还有土豆儿，啊，一样要的嘛，走嘛，来，我来呗，我给你抬，好吃，过来，那底下是不是要还是啥嘞？啥的？第二个，还有豌豆，哦，对嘛，要的，好。他们那些都没摘到有了噶？啊，要的，好，好，谢，放到那嘛，装到一起嘛，嗯，啊，要的，等下嘛，先把那个豌豆尖掐了来嘛，我来提提的好。背得过去嘛，背到坝子里去。哦，要得，我背先背回去嘛。啊，背到坝子里去。啊。哇塞，你要长得好好玩的尖啊！那我抱到你们一起看。好，可以了。
来来来，装到一台。好，够了，差不多了吧？好，够了。好，声音不要说。嗯。啊。啊，走。好，吃了又来。哈哈。哎。还是卖3块钱我们。0.5斤，要得。好的。要得。这个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的这个，这个水杯菜。这个还不是一样的啊。一样的，我都放装了一下，是吧？一样的。哦。来嘛，走嘛。我把菜菜在这儿弄出来。我的钱。来嘛，你长看嘛。15斤，10斤喽。那里15斤，那里20斤，看到没有？要得。斤七两，给你算5.5斤嘛。嗯，要得，好，谢谢。走。好的。谢谢啦，刘老师，麻烦了。啊，慢走，慢走。好好好的，谢谢。麻烦你了，老师。啊。我要回来接一下。哎呀。啊，把药放到后头去先。那个鸡肯定要放出来，等会儿害怕捂到了。回到后头去。先提到里头去。先放到地上嘛，等会儿清了都。先放到外头，先喷到那里。啊，要得，好的。等我们去把鸡放到后头去喂。等我哪放了。